关刀。大鹅的睡觉的感觉。那好了，用橡皮筋套三圈。成功了没？还有白色的汁液。对啊。那没有关系，那一点点那个这个没有毒，没关系。这是什么树？我的感觉比你还大。这是榕树的叶子，它们完全没有毒。吹的时候，轻轻一压，嘴巴靠到橡皮筋方向来，哦，它就吹得响。嘴巴靠到橡皮筋方向。靠放橡皮筋的中间来，嘴巴尽量含到中间来。哦。对，尽量往中间。应该可以的，那你那个绕起来有光片，算应该。再试试看。哦，对，一旦有声音，你就会越吹越轻松哦。这样子就成功了哦。尽量往上含住橡皮筋，越吹就越大声。哦，你看哦，对。哎呦，有萨克斯风的声音哦。如果你要有攻击的提升，你就要断声，咕咕咕咕哦。对啊，你的好像气球的。不是啊，这它的声音不错啊。我在那个海啊。没关系，失败树叶很多哦，只要橡皮筋拿起来。那这个我做的，你们吹吹看来。哎，你们合奏一下来。尽量靠到橡皮筋，嘴巴哎呀，含住橡皮筋就好。哦，越吹越轻松，对不对？外面吹。请问现在吹的是哪一首圣诗？对啊，你们两个坐起来都吹不出来，吹不出来，吹不出来哦。我吹出来这个。那重新再做，那你自己重新再做。你的有低音的感觉，很赞啊！我的音那么低啊，奇怪。我不会飞啊！好的低音。橡皮筋留着，重新再做就好了。树叶很多，又不要。